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特别神秘的，它经常会发生很多我们从来都没有想象过的事情。就比如说，在前段时间有很多消息称，一位女子在野外捡到了一坨屎，差点就扔掉，专家鉴定后直接乐坏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让我们快点来瞧瞧吧。根据我们的了解，当天这位女子就像往常一样带着狗狗在路上散步，在回家的过程当中，这只狗狗突然变得兴奋，走到旁边的草坪上就开始刨土。女子看到这样的情况之后，就感到特别疑惑，叫狗狗好几声，狗狗都不答应。最后，这位女子就想看狗狗到底闹哪样，就坐在草坪旁边的椅子上，一直看着狗狗刨土。到了最后，这只狗狗就从土里叼出了一坨屎，这让女子感到特别的气愤。她从来都没有想到，狗狗在这里耽误了那么长时间，就是为了得到这一坨屎。而且狗狗特别激动，尾巴一直摇个不停。女子感到特别气愤，就立即将狗狗嘴里的屎摔在了地上。但让这位女子怎么都没有想到的是，她竟然没有被摔碎，这让女子感到特别的疑惑不解。仔细观察的时候，才发现这坨屎有蹊跷。女子请专家进行鉴定。专家就表示，这位女子的运气真的是太好了，这是恐龙的屎化石，在市场上的价格很高，能够卖到很多钱，这位女子真的是太幸运了。亲爱的小伙伴们，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？